鱿鱼除了烤还能怎么吃呢？让宜兰的庙口红糟鱿鱼告诉你。这里的鱿鱼先泡发后，以红糟入味再油炸，热腾腾的鱿鱼简单以胡椒调味，搭配特调的蒜蓉酱与一旁清脆又酸的台式泡菜，就是独特的美味小吃。分量不少的厚片鱿鱼尝起来脆又带韧，越嚼越香，一口接一口，让人欲罢不能啊。这里只卖红糟鱿鱼、香菇粥与清烫鱿鱼三种菜色，却是人气满满，可见这招牌菜的实力坚强。若是想吃两种口感，可以一只鱿鱼一半油炸一半清烫哦。